早上大大，早上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想介绍我自己，我个名叫苏丽玛，我今年43岁，我喺人呢中上马来，我会国人，我要读书读中学毕业，我必中分，我有一个仔，22岁，我以前喺马来西亚森林作业，照顾小朋友，成绩 OK。买书、煮书、洗衫、晾衫、装埋脚架。我食水中国中，我知。食衣、食水单、食猪肉、落菜装埋脚架。我唔食猪肉，但系我会洗猪肉、当水猪肉。我会勤力做嘢，学识听话。我唔会博菜。我会识小朋友，都会识我人啊！我常为香港做嘢，因为我常为国建设，俾我安眠，都俾我自己，俾大大，俾先生，请教我，唔该谢大大，唔该谢先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